这只香槟色泰迪好看哈，是的，而且它的颜色特别暖，还特别高级，毛量也特别好，都看不到五官了，还能看到一个小鼻头，那小舌头，是的，像个假的一样哈。哎呀，你看它的小手肘还在跟你打招呼呢。等会儿乖一点哈，给你修好看一点。先把它的小脚脚修圆一点。好的。接下来开盲盒吧，先看看眼睛是大是小。哎呀，这只眼睛看着还可以哈。是的，挺大的。再来看看另一只，不错不错，这双眼睛还挺大的。接着再把小脸修圆一点。好嘞。这小脸修得圆嘟嘟的哈，太精致了。再修个米奇就更精致了。不错不错，这修好后像个娃娃一样哈。可能啊。看一下它的品质吧。好的，它嘴巴是超短，还不到一指，而且后背的毛链特别好，又多又密的，体型只有一丢丢大，还是高腿的。这小方体真的是太完美了哈，它真的好乖呀，坐在这里一动也不动的哈。再来看一下正脸儿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呀，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梦中情狗呀，可乖可甜可颜。看你这么乖，再给你拍个美照，我来给你找个好家。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